阿哥，你既然愿意跟我的王宝两个交往，那你就谈好你对他的看法，看呢？好。婉婉这个啊，他就好看嘞。你看他那个脸上，一卡板那么的，光牛了。呀，你一笑脸还是好白啊，他就像那个古代的那个貂蝉啊，出水芙蓉。滚！嗯。下一个。那丫头长得好看，就像那仙女下凡的，美若天仙。下一个。那你玩玩呢，就像那个出水芙蓉啊，长得比电影明星都好看。下一个，下一个。爸爸，那他们都夸我长得漂亮，那怎么一个都不答应呢？你未必不晓得，他们都是些虚伪的人。我们找尚美玉溪呢，就是要找个老实本分、诚实可靠、敢说实话的人。下一个。你来说哈，你对我们玩玩的看法看。那丫头一个字丑啊，长得很粗的，你像包公，不好看。这个可以。走走走，走。就是我的丫头长得真丑，你为叔叔要喜欢她。叔叔实话，我就是看中他们的钱了，他们两个是为桌子拐几十年了，我刚没交呢。就想呢，把他一休啊，我再找个年轻好的。再说了，那么长大年纪了，刚没两腿蹬呢，钱好做的。你滚，有好有个好爷，滚！滚！你们不是会说老实话的啦？你真个性格啊！要换。